本周你好，星期六商战风云再起，你比星光美丽剧组强势加盟。谭松韵、徐凯与王栎鑫来到好六街，与何炅、蔡文静、李雪琴、秦霄贤、丁程鑫、杨迪、吴泽林等携手亮相，共同开启一场商业混战。谭松韵、蔡文静、李雪琴化身女总裁惊艳登场，并在男嘉宾中挑选一位能力优秀且最适合自己的员工进行搭档，完成挑战，争取获得。 最后模拟上市的资格，而未被选择的两位男嘉宾则将自行组队。每轮游戏结束后，男生组可在除开比自己名次高的队伍中选择男生交换位置，形成新的组队。节目最后，被剩下的两位男生将接受终极惩罚。员工通过记忆力、反应力双重考验，竞争上岗。究竟谁能在这场混战中获得总裁的青睐，成为最终的赢家呢？ 徐凯自曝式提问，谭松韵、王栎鑫见招拆招。在最初的选人环节，两位男嘉宾将依次对一位女总裁进行提问，而女总裁则需在男嘉宾中做出选择。未被选择的男嘉宾需剪去面前的绳子，四根绳中有一根连接着头顶的气球，谁头顶的气球爆炸则本轮落选。为了展现自己的男友力，徐凯率先发问：“如果你要选择一个人陪你走夜路，你会选谁？” 本是浪漫且甜蜜的问题，却遭到了王栎鑫的嘲笑。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吗？你没看过他的《密室大逃脱》？此话一出，全场爆笑。徐凯也害羞的低下头，抿嘴笑了起来，小声嘀咕着：“没想到你们看过这个。”或许短时间内，徐凯都逃不过密室梗了。比起徐凯的自曝式提问，要面试李雪琴公司的丁程鑫机灵许多。雪琴姐，你是选择和琴哥去荒岛求生，还是和我去环球旅行？ 李雪琴听完，露出满意的笑容。求生还是旅行？答案显然不需要思考。秦霄贤掏出剪刀剪下绳子，然而好运眷顾，气球并未爆炸。秦霄贤提问：“我们俩，你会选择谁和你说早安？”丁程鑫听后立马来了一段：“姐姐早安，乖巧可爱的样子，惹得众人开启起,起哄。”秦霄贤这边主打一个出其不意，声音粗糙的怒喊：“起床了，起床了！”李雪琴也不按套路出牌。 表示就喜欢这样的，丁程鑫剪绳也同样会被好运眷顾嘛。李雪琴记忆力宛如开挂，一口气背完所有信息。组队完成后，开启考验搭档默契的第一轮比拼。记住我的需求，两两分队比拼，队员配合通过任务关卡，在任务点上记住相应的需求信息，根据信息提示找到对应的人，并一次性说出所有人的需求即为胜利。回答错误则需重新记忆。 两轮比拼后，根据完成时间进行排名。率先挑战的是谭松韵、徐凯与王栎鑫、杨迪。在指压板阶段，要求只有一位嘉宾的脚可落地。徐凯一把将谭松韵抱起，轻盈地向前走去。第二个阶段需要嘉宾越过高墙才能看到提示信息。徐凯直接一个弹跳，用臂力支撑自己爬了上去，而杨迪这边明显艰难许多。 底下的王月心脸色苍白，龇牙咧嘴地托举着杨迪，十分吃力。一轮游戏下来，王月心满头是汗，直呼这是个健身节目。轮到蔡文静、丁程鑫对战李雪琴、秦霄贤时，丁程鑫依旧选择了公主抱战术，抱起蔡文静，矫健快速地前往第一个信息点。秦霄贤则背起李雪琴，然而两人的重量都集中在脚底，疼痛程度直接加倍。 秦霄贤一边走一边嚎叫，到了有提示信息的地方，秦霄贤直接坐在地上哭诉起来，好疼啊！李雪琴担起重任，火速记忆，将人与需求信息一一对应，造就了一人一口气背诵却零差错的高光场面。女总裁招募大会，男员工们各显神通，谁能俘获女总裁芳心？记忆力大比拼，争夺最强大脑，泼水游戏强势来袭，战况激烈嗨不停。更多精彩内容。 锁定本周六晚八点十分，湖南卫视、芒果 TV 双平台播出的《你好星期六》。谭松韵在娱乐圈打拼多年，一路走来实际满满，属于国民度比较高的九零后扛剧花。《浪花一朵朵》《狐狸的夏天》《最好的我们》《锦衣之下》《以家人之名》《向风而行》《归路》等剧都是热播剧代表作，涉及的题材也很丰富，古装剧、校园剧、都市剧都有。因为一张娃娃脸。 非常显年轻，扮演高中生也毫无违和感，深受观众喜欢。目前有三部备受期待的待播剧，一部是搭档徐凯主演的都市剧《你比星光美丽》，一部是搭档郑业成主演的女子经商励志剧《蜀锦人家》，还有一部刚开机不久，是搭档侯明昊主演的仙侠剧《逍遥》。虽然谭松韵出道多年，演了不少题材。 没想到这才是他第一部仙侠剧。这部剧的导演是徐纪周，曾执导过《永不磨灭的番号》《特战荣耀》《狂飙》等热播剧，基本都是指导警察剧、战争剧等类型。对于仙侠剧，和谭松韵一样也是首次，这样的搭配确实还挺新鲜。已经有不少网友期待他们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了。开机仪式，大家整整齐齐，看起来相当有组织纪律。 难怪大家都在调侃，不愧是经常指导警察剧的导演。虽然是仙侠剧，但也是很讲究仪式感的。这部剧是原创剧本，但看了剧情梗概，真的超级像《护心》。谭松韵一人分饰两角，前世是首任妖王的当朝公主宁安，今生是古灵精怪、爱财如命的逍遥。前世今生性格迥异。侯明昊扮演妖君红叶，百余年前，灵族灵君红叶与人族公主宁安相识相爱。 红叶带着两族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景，准备与宁安成婚，却在婚礼现场惨遭背叛，被宁安一刀刺死。侯明昊和妖王真的有缘分。护心、大梦归离和逍遥都是妖，而且护心和这部剧都是大婚之日被背叛被刺死，一个字惨。余年后，跟随父亲行走江湖的人族女子逍遥，意外进入封印红叶元神的幽冥洞。 唤醒了灵君红叶，重新修回人形的红叶发誓不再相信人族，要寻找到可提升灵族修为的玉礼泉，带领灵族崛起。两人开启了携手同行、探案、升级、打怪的旅程。后期很像探案单元剧的类型了。谭松韵在这部剧的路透造型也出来了，身着明黄色布衣，还背了个小包包，黄色头绳扎着小辫子，造型有 TVB 古早武侠那味道了。这个造型特别像黄蓉，俏皮可爱。 谭松韵状态也很好，非常灵动，娃娃脸就是有优势，永远是少女。鬼马精灵行走江湖的少女，有了脸，虽说妆造不如其他仙侠剧仙气飘飘，但这是符合设定的。不管是宁安还是逍遥，她都是人类女子，并不是仙女，所以主打一个灵动，有行走江湖的味道。谭松韵和侯明昊也是首次合作，终于不是那鱼男女主换成恋爱了，新鲜感有，两人的气质。 也非常贴合人类神秘少女和万妖之王的人设，真是狠狠期待了。作为谭松韵的影迷会会长，王栎鑫对谭松韵的演艺生涯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热爱。在节目中，他如数家珍般的说出了谭松韵所饰演过的角色名，展现了他对谭松韵作品的熟悉程度。还如数家珍般的说出了谭松韵所饰演过的角色名，还与何灵一起分享了与谭松韵合作的点滴回忆。 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他对谭松韵的深厚感情。此次节目中，王栎鑫的表现无疑再次证明了他与谭松韵之间的深厚友谊。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互动，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两人之间的真挚情感。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，看到王栎鑫如此深情地回忆谭松韵的角色名，仿佛又回到了他们共同出演的《最好的我们》中，陆星河和,和耿耿的青春岁月。你好，星期六作为一档备受欢迎的综艺节目。 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欢乐和感动，更通过每期不同的主题和内容，展现了明星嘉宾的真实一面。而王栎鑫作为本期节目的嘉宾，不仅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魅力，更通过与谭松韵相关的回忆，让观众感受到了他与谭松韵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共同成长的历程。今晚，不妨一起收看《你好星期六》，与王栎鑫一起回顾谭松韵的演艺历程。 感受那份属于青春的美好与回忆。老天赏饭吃的谭松韵，甜美公主绽放性感魅力，令人陶醉不已。谭松韵逍遥好灵动，娃娃脸永远都是少女造型，梦回黄蓉。